欢迎您来到众品味频道。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一期特别节目《埃及剪影》。飞行万里，我们来到了埃及。埃及，一个具有数千年文明历史的国度，一个古老而又神秘的国家。就是期待已久的金字塔，现在近在咫尺。终于来到世界七大奇迹之一金字塔的脚下。埃及金字塔是古埃及帝王法老的陵墓。来到穆斯林国家，一定要体验一下盖头围巾的正宗戴法。笑得好灿烂，像不像当地人？狮身人面像，它的建造者和建造时间均充满争议，但至少它见证了历史的沧桑。这是一个小金字塔，通往内部的通道。据说神建造的金字塔数千年仍岿然屹立，而人修建的金字塔则抵不住岁月的侵蚀，会自然坍塌。
撒哈拉大沙漠傍晚的余晖，伴着威严的金字塔。夜幕降临后的灯光表演，把神秘的金字塔变得更加梦幻无穷。古代的金字塔在现代彩色灯光的照耀下，更显得别样的雄伟壮观。女士们参观清真寺，要穿上寺中准备好的特殊外套。埃及，这个穆斯林国家对为数不多的基督教堂也有很好的保护。街上，老人在工作，两只狗在旁若无人的午睡。这个运输工具好环保啊！这是马车终点站。在尼罗河的游轮上，载歌载舞。这是坦姆拉舞蹈团，表演者都是男性。表演者旋转着五彩缤纷的后裙，象征着生命与宇宙的轮回。英俊的舞者，人人喜爱。尼罗河是埃及的母亲河，是世界上最长的河流，全长6670公里。它静静地流淌在非洲大陆，滋养着这里的万物生灵。尼罗河造就了沙漠中的绿洲。坐上游轮，迎着江风，可感知古代文明与现代城市交织的独特存在。漫游在尼罗河上，蓝天、黄沙、绿树、黑石交织在一起，多么壮丽的尼罗河自然风光啊！
尼罗河畔悠闲自得的牛儿，还有那活泼可爱的放牛娃。众多特色的神庙矗立两岸，等待着我们的登临与瞻仰。神庙大多没有繁复的装饰，但神庙的廊柱、浮雕、壁画、雕塑无不都在向世人展示着古埃及久远的历史。这是门农巨像，高20米，虽然风化严重，难辨面容，但巍坐千年而不衰。经历千年的染料仍色彩鲜艳。神庙内巨大的廊柱，高大的雕塑，虽已经过几千年的风风雨雨，但依然傲然挺立，向人们展示着古埃及久远的历史。夜晚，在射灯的照耀下，巨大的廊柱仍然那么壮观震撼。精美的雕刻，默默地讲述着动人的故事。这是古埃及的象形文字，象征着生命。There within 5 days. So in this, and the next year, she used to come here at the same way, 5 days there and celebrating through the way for 5 days and 5 days with her husband here. But here, this whole the Greeks people, the Ptolemy people, they show their elements participating with the Egyptian people, in which we can see many columns around. Columns in the ancient times were often barbarous.Just one flower, papyrus. Do you know papyrus?这是圣甲虫雕像，据说胸怀心愿，让它走上3圈，所许之愿定能实现。妈妈要吗？行。妈妈。形成一种宏大的力量。很好。这是埃及大饼，把醒好的面条做成薄片，然后放到炉子里烤。炉子里是烧热的大鹅卵石，
把饼放在上面烤两三分钟就好了。这是饼的另一种烤法，很简单，没有油也没有烟。晚上消遣一下，来看肚皮舞表演。肚皮舞是一种阿拉伯风情的舞蹈形式，源自于埃及。肚皮舞是非常女性的舞蹈，随着千变万化的节奏摆动腹部，舞动臂部，抖动胸部，这些都是肚皮舞牢不可破的传统舞技。舞者赤足而跳，伴着阿拉伯音乐，时而优雅，时而性感，时而挑逗，时而妩媚娇柔。肚皮舞神秘迷人的特质令人目不暇接。Thank you.
morning, all come on board, everyone. Good morning. Everybody feeling good? Yeah. To the left over there, there is a small temple with a lot of pillars on it. This is Ramesseum temple for King Ramses II. Ramesses are Shishinyan. And all that holes in that hill are tombs for ancient Egyptian noblemen. Yes. Or Valley of the Nobles. Uh-huh. Looks like doors and windows. Behind Hatshepsut temple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mountain, or inside the mountain, Valley of the King.这就是埃及，一个古老神秘的国家。浩瀚的沙漠上有着神圣的金字塔，传奇的法老王，满目沧桑的神庙，川流不息的尼罗河，别样的风土人情。这一切都向人们昭示着古埃及辉煌历史的魅力。埃及，再见。